越精彩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作者，我是志明，我是狸猫，万众期待的第13届海外华文书市回来了。6月13号晚上7点，在 KLCC 第一展览厅主舞台，将会有我们猫永远是对的分享暨签名会，记得来看我们哦。详情请看 www.bookfestmalaysia.com。